我觉得这跟我们 Immoto 提倡的时尚健康，还有一些引领大家跟随潮流的这种风格非常相关。哎，有没有发现慧珍这次回来不一样？谁说的？哎，去那边去，那边修。这也是最近新在线上的一些网站啊，太没意思了啊！他们俩在聊这事儿啊，我回去吧。发现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太去在意一些纸媒，大家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一些新媒体网络。但是我们杂志已经有电子版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有很多大刊都会比较主攻一些数字编辑这一块，但是没有一家是做电商的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呢？而且您想想，像有些读者从 Immoto 杂志上看到的东西都可以在固定的网页上买到，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只能在我们的网页上买到，那不是就让我们和一些大刊都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吗？只能在 Immoto 买到？对，虽然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还没有太去想过一些细节上的问题，可能执行起来会有些困难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。真的吗？我们自己推荐宣传的东西，如果能够提供购买渠道的话，对读者来说不仅新鲜又有趣，而且还很方便，一举多得，这无疑是提高销量的最好方法。虽然在技术执行上有些困难，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想法，可以尝试。真的吗？李慧珍，看来把你找回来真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。谢谢副主编。在干嘛？他，说说吧，都说什么了？真的就只是电商的事？对呀。那你们两个人可以当着所有人面说啊，干嘛非得躲在办公室里面偷偷说？这不是会牵扯到废刊的事情吗？如果在大家面前说的话，那大家谁还会愿意冒着危险去做这种事情啊？而且其实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，浩宇压力也挺大的。浩宇，你们有这么亲近吗？在办公室里面他就是领导，他是副主编，不是什么浩宇。笑，你该不会为了他做那么大改变吧？又拉头发又化妆的，哎，你以前的雀斑很可爱，怎么没了？不是为了他。哎呀，该怎么说呢？离开公司以后，我发现我在公司那段时间和大家完全就是格格不入的。哪怕就算是这样的我，Immoto也给了我最大的回报，因为遇到了大家，所以让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，和以前我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我总是对自己说，做自己不好吗？做自己不行吗？做自己挺好的呀。但是我却忽略了，在工作岗位上，单单只是做自己是不够的。李一木，因为你是我朋友，所以你看不到那些我的缺点，或者说你看到了，你也不觉得那是缺点。其实，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害怕被改变，是因为我内心对自己的样子其实还是有一点自卑的。很早之前周英姐就告诉过我，但是我没有理解。我有一个很好的自己啊，只是能够在那么多很好的自己当中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，然后变好，变得更好，最好，那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？看来李慧珍现在有出息了，不只是想要员工证这么简单。
我现在不单只是要员工证，还要为了我爸爸。你爸爸？我想要把工作做好，变得更好，然后再给我爸妈一套新的印刷机。好，那我也帮你一起攒钱。为什么？你攒什么钱？你爸就是我爸，咱爸的钱当然得一起攒了。